简爱酸奶现在终于来活动了，一共两个味道，一个香蕉滑滑，一个树莓滑滑。我昨天特意去我们这块超市看了一眼价格啊，这一连三个就得达到了16.8块和5块多一杯。它这个价格啊，49.9给咱发18杯，才合2块多一杯。而且它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，它是没有香精、色素添加剂的，喝着就很放心。它这个奶啊是那种比较浓稠的，一点都不稀，看直接都挂杯。喝到嘴里啊，酸酸甜甜的，特别浓郁的奶香，再配上那种自然的清香的果香，而且它只有奶香味儿，没有奶腥味儿。冰箱冷藏以后，它就像冰激凌一样细腻丝滑，入口即化。特别是咱们家里有小朋友的，有的小朋友乳糖不耐受啊，你给他拍这单，让他回去尝一尝。我再尝尝这个香蕉的，入口啊酸酸甜甜的，特别浓郁的奶香，这里头就像你在嚼那个香蕉果肉，每一口都是浓郁的香蕉的口感。它配料表特别的干净，只有生牛乳、树莓果酱、糖和乳酸菌，没有其他的了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去喝。它保质期只有21天啊，然后都是新鲜日期，给大家现做现发，这样能保证咱们喝到的每一口奶啊都特别的新鲜。抖音